好，我就发一个泰国最毒的事，如果我真的追假飞燕的话，我就毕不了业。那么老师，阿爸跟我斗，来来，阿爸阿爸，不要乱拉屎啊！生气了。我还是知道你最舍不得我。哼，放一个啦。经过这件事情哦，我真的觉得女人真是害人不浅，害我们当成兄弟，还不都因为假编这个祸水害的？没事把自己图修那么漂亮干嘛？对啊，假编真的很过分哎！我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然跟我偷偷约网友。对嘛？完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次一定要硬起来，不要被他吃死死。没错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欲擒故纵，我要不理他，让他知道对他的好。完了，我支持你。我要是没记错，你们好像是这个学期才住宿嘛？嗯，对。住的习惯吗？还可以吗？啊，如果说生活上面有碰到什么难题、什么问题，就尽量反映出来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跟杜组长客气，懂不懂？好，谢谢组长。OK OK， 好。还有就是如果组长早一点结婚的话，我的小孩都跟你们一样大，所以杜组长疼爱你们，就好像是爸爸疼爱女儿一样。就是应该的哈，所以有任何问题就跟杜组长反映。杜组长希望啊，你们的住宿生活是很开心、很活泼、很充实的，知道吗？嗯，好，知道，谢谢组长。OK， 好，乖，乖。杜组长，哎，组长好。哎，没想到你跟二 A 班的同学交情不错。哦，是他们啊。哎，主任不是不错，是融洽，融洽到不行啊。哎，我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我好得二 A 班同学的缘哦，他们个个都是那么活泼可爱、上进，我就好想疼爱他们哦。可惜我没有立场了，我又不是他们的班导，没办法。哦，杜组长，如果你是二 A 班的班导，我相信一定是同学们的福气啊。你也这么认为啊？嗯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主任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校长有没有什么口袋名单啊？这个校长没有跟我讲人选哦。哎，不过等一下我们开教务会议啊，我一定大力支持你，毕竟我们在校长面前讲话是有分量的。你是学务长嘛，学务主任。那哎，那主任，那到时候能不能就帮我美言两句啊？自己兄弟啊，一定的啊。如果真的我成为二班的班导，我都是在好好谢谢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那我们去开会。我也要开会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曹教官，你要开会对不对？刚好，待会跟我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。什么胜利的果实？我就要接二 A 班的班导了。人事命令又还没有下来，你这么有把握？当然了，我是胜券在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啊也是择偶条件之一哦。要选一个好的男人，要看他有没有事业心，有没有气度，有没有前景，有没有自信，这些刚好我都有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考，可以考。我已经上了一上午的军训课，已经很累了啊，能不能请你安静一点？咖啡都帮你泡好了，还有帮我美言几句啊？哎，卢老师，哎，主任好，喝茶喝茶，刚泡的。你好，大老板早。哎呀，罗老师这么热心啊，帮大家泡茶。对。哇，拉派拉得太夸张了吧？把这边学校当什么？还是茶？我是光明正大的拉票，又不是用非法手段，有问题吗？你别那么激动嘛，我是觉得这个方式不太好，要是学生看到了，我怕会不好的影响。我看你是嫉妒我声望比你还高，更小灯想去吧。有什么好嫉妒的，对不对？都还没有公布嘞，鹿死谁手还不晓得，等着看吧。啊，等着看啊。杜组长，罗老师，你俩明明就是好朋友，何必为了这个事情搞得这样不愉快？谁是好朋友？我不认识他。好，没关系啊。好了啦，你们两个，遇人就少说一句。贺老师啊，我平常不是这个样，是他太过分了。罗老师，你要不干脆现场老师一盒人一盒面子一盒原子笔好了。啊，够了够了，两位不要给校长看到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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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真的没事。没事，那我们就开会吧。好，好。关于二年 A 班班导的人选，杜组长跟罗老师都有意争取，这一点让我很为难，毕竟两位老师平常的表现都很优秀。校长，您不用为难，只要是您能决定呢，我们都全力支持，谁当选都一样的。我们一定会尊重校长的决定。难得两位这么明理，那我就不啰嗦了。杜组长 ，Yes。啊，你请坐，请坐。你在起因这么多年，表现一直很好，不论是训练组长或者是社监的职务，一直是任劳任怨，老师跟学生对你的评价也都很高。谢谢校长的夸奖，我知道我将来要是担任班导之后呢，我会全力以赴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就是因为你已经这么辛苦了，所以我不忍心再增加你的负担，所以我决定让罗老师来担任二年 A 班的班导。Yes。谢谢校长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恭喜你，啊，罗老师，恭喜恭喜！哎，我是真的恭喜罗老师啊，我心也没那么小了。我们这个竞争之前呢，当然是拼命竞争嘛，但是现在既然胜负已定，我们就祝福对方啊。我们毕竟我们跟女孩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君子嘛，跟女孩子小家子气在那斗嘴。杜组长，现在可是有四个女人。你说这些话是想要惹毛我们吗？哦，不，你们我没那个意思，没那个意思。哎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既然罗老师已经顺利担任二 A 班的班导，那我们晚上帮他庆祝一下，大家聚一聚好不好？好，我请客。我请大家吃饭。好，谢谢了，应该的嘛。罗老师，你真难得哎，尤其当班导又没有加任何的薪水。没有加薪水啊？谢谢啊。湘飞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没有啊，我等一下去练游泳。到时候你比赛，我一定到现场帮你加油。谢谢你。我才要谢谢你，那时候那么鼓励我。再多的眼泪，也洗不掉内心里的伤痕。只有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才克制住眼泪。我相信你做得到。你是我在二 B 班真正的朋友。练游泳加油，我先走了，拜。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我这边有两张电影票，想约你明天放学一起去。这部电影我刚好想要看呢，谢谢你。周星杰约陈龙飞出去，周星杰这样缠着陈龙飞，不知道会影响到陈龙飞游泳进度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跟你说，希望你把陈龙飞盯紧一点，不要让周星杰影响到游泳。戴米奇，你未免管太多了吧？你跟我说陈龙飞还有周星杰的事情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既然你喜欢陈龙飞，你就大大方方去跟周星杰抢啊！不要想利用去帮你对付周星杰。虽然我讨厌周星杰，但我更讨厌你这种人。
跟包贝尔有什么进展啦、啊？猫玩具，不准你以后再开这样的玩笑，不然我真的会生气哦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嘛。不生气超鬼啦，都是包贝尔那个骗人精，好丢脸。贾飞燕，你就不要生气了嘛，我跟高婉君一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真的吗？除非你们两个发誓。发誓。这样才是我的好姐妹。走，我们去福利社。啊，你还吃啊？对，就是要吃啊。琪，要不要去福利社？琪，米奇，你怎么了？对啊，你怎么了？米奇，谁欺负你？告诉我们。到底谁欺负你啦？快说啦！我刚刚遇到苏佩云。苏佩云，又是他！这个苏佩云真的很奇怪，一天到晚找我们班麻烦。这个苏佩云呢、啊，为什么要一直针对我们班啊？不用想也知道，苏佩云就是看我们班不顺眼嘛，欺负米奇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。上次他还骂我胖哎，今天又针对米奇。要是我们再不反击的话，一定会被他们吃得死死的。雨晴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帮我们想想看有什么点子好不好？苏佩云哦，一直针对我们班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弄回去。你看什么看那么认真啊？你是不是在找办法对付苏佩？哎呦，不是啊，我是在跟我的新网友钢铁蜘蛛人聊天了。钢铁蜘蛛人？飞燕，你不是上次才说什么网络世界都不能相信，网友都是骗人的？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啊？婉君，做人有时候不可以太过心胸狭窄嘛，很多事情气过就算了嘛。你啊，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生气啊，钻牛角尖的。这样不但会影响睡眠品质，还会影响食欲，所以啊，你才没办法像我这么的丰满，这么可爱呀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苏佩云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算了？我没有这么说。苏佩云的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如果再继续忍下去，不知道多少人被他欺负。对，为了二 B 班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。雨欣。那你有什么方法对付苏佩云吗？当然有啊！我跟你们讲啊，一定要好好跟他切磋，不要让他以后再嚣张。切磋？切磋什么？就是呢，你就委屈他。小偷。是干嘛？我就要接任二 A 班的班导，我会紧张嘛。我想说，现在拿一下二 A 班学生资料回去看。想不到你这么认真，校长果然没有选错人。现在校长都给我这机会了，虽然说是没有加薪呐、啊，但是答应了就把它做好嘛。也是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可以来找我，罗导师。罗导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再来就要当二 A 班的导师，还要迎接更多巨大的挑战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。不然我先回去看资料了。那你小心。谁说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谁就输了。李哲说：“来啊，谁怕谁啊？”结果李哲输了。飞燕，你最近怎么一直狂讲冷笑话，而且是超级冷的那一种？哎，你是受到什么打击啊？没有啦，这些笑话不好笑。没关系，这个一定很好笑。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天榴莲对西瓜说。
事是他压他还是他压他？你干嘛偷看我啦？我有看你吗？是你看我吧？明明就是你偷看我，大家都知道你贪图我的美色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！敢偷看就敢承认啊！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贾飞燕，我可以跟你作证，马桶是百分之百的男人。如果他要偷看的话，也是偷看陈雨晴这种女神级的美女，好不好？哪会偷看你这种 level 啊？对不对，马桶？对啊，我看路边的猫啊狗啊，都比看你还好。马大同，要是让我抓到你偷看我的证据，你就死定了！雨轩、马俊，我们去上体育课。马桶，你有看到？都被你气死了。可是如果他真的生气，会不会以后都不理我了啊？哦，哎，你有点骨气好不好？不是说要欲擒故纵不理他吗？我跟你讲，在爱情世界里面哦，谁先心软谁就输了，所以你要 hold 住，你要加油啊！ hold 住，那好，上体育课了。哦，好了。婷姐，等你好久了，你去上课吧。就是龙飞给心杰的电影票吧。苏佩宇，我们有话跟你说。陈雨晴，我们 A 班跟你们 B 班没什么交集吧？是没有交集没有错，但为什么你们二 A 班都要找我们二 B 班麻烦？自由生就可以这样吗？我们今天就要代替二 B 班来惩罚你。没错，你上次骂我胖，昨天又欺负米奇、苏佩宇，你真的很过分哎！我不知道戴米奇是跟你们说什么，不过你们三个都被他骗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就要来跟我对质啊！我会当场揭穿他的假面具。你少来了，你不知道米奇有多怕你吗？怎么敢跟你对质呢？要不是你对米奇做了什么，他才不会这样。而且上次陈龙飞的事情也是你们威胁他，才害我们全班都误会米奇，你忘记了吗？苏佩宇，你不要想挑拨离间，反正我们就是相信米奇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你们讨个公道的。讨公道？你们以为在拍武侠片呢？佩宇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等一下，要是你们走了，就代表你们做贼心虚。他们现在就是心虚，所以才想要落跑。对啊，做错事还不敢承认，你们到底想怎样啊？那就放学比排球，敢不敢？二对二，输的人就要站在对方的教室门口，大声道歉给全校听。